大家好，欢迎来到创业学院。在前面的课程里面啊，已经跟大家说完了我们这套模板里面，从音乐到剪辑，到我们的整个做片子的一些主要的核心技术。那么接下来我们聊一聊其他话题。通过这个片子的剪辑，我发现了一些更新的问题。比如说咱们这个片子，我们这个片子用了 5D3 也用了索尼 4K 的机器。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4K 的机器拍摄出来的画面，调试出来这个画面层次感非常好，画面很细腻。但是呢，我们同样的调色，因为一个片子的调色风格它需要是一样的，所以同样的风格，我们来看一看 5D3 出来的画面。我们发现 5D3 出来的画面整体即使是这样子调，比如说这个画面，但是它却比不上刚才的那款机器，因为我们调色主要是刚才那款机器为基准，而且在做这一场婚礼过程当中，我们也不可能专门针对每一款机器进行一个镜头一个镜头的去调色，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这是我们发现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发现的第二个问题，比如说这个画面，我们仔细看它人物肤色的颜色，人物肤色的颜色橙红带有一点点黄，在高光区域带有一点点青和蓝。然后我们再来看仪式上的这个画面，稍等一下，应该是这个吧。我们会发现人物已经没有肤色上面已经没有那样子的橙色了，反而会有一点点青，因为我整体用的是同一调色涂层，在改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已经尽大程度上去做了。但是呢，其实我们这个片子的原片素材，这个片子的原片素材的白平衡是非常准的，曝光也非常准，但是这个片子的白平衡是不准的，它整个人物是偏轻的，而且曝光也会有一点点过。那么通过调色，我不会发现我们需要在前期白平衡准、曝光准等等一些问题。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后期去看待我们前期拍摄的素材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拍摄手法，怎么样去才能够拍出我们想要做片子的那种效果。所以也希望大家看完这个教程以后，掌握一个心理，就是说我们虽然在做后期，但是对前期的拍摄要通过不断的做的过程当中得到提高，而不是像有的婚礼摄像师一样做了几年还是在按照老套路一点一点做。这个镜头第一次他拍曝光，第二次他还是拍曝光，等等等等。所以我们通过后期啊，要尽多的去发现前期的一些问题，即使是老师这次做的东西，他前期问题也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我们也要通过不断的磨合，从而是让我们片子尽可能的得到一些提高。这是我们每一个做后期的同时也是做摄像的一些经验去谈吧。我大致的看了一下，从构图，从光线，我们还要包括颜色，包括场景等等等等，所有的东西都是需要我们去注意的。也希望大家拿到我们这场片子的所有的素材的时候，也认真的去研究一下。自己做不到的呢，多去学习学习，从颜色、从光线，包括场景布置等等，从构图上面，包括一些运用手法。然后如果做到的人呢，也可以多给我提供意见，然后我也多去学习学习。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我们这个模板如果要剪出一个好的片子，它的一些要求在哪。首先第一，仪式上面
戏人要有深情的独白，而且这个独白是采取内录的形式。很多时候有的摄像师他没有内录，结果呢造成他用摄像机录的声音有了一些很重的现场音，这种很重的现场音呢会很严重的对我们的声音造成干扰，造成这种干扰的话，从而让我们整个片子的瑕疵变得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它是内录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条件。当然如果实在没有，或者这场婚礼收的费用太低，那么这各位摄像师自己去选择和抉择。那么这种做感情的片子一定要有深情独白，这是需要大家去掌握的。如果没有独白，我们就没有化为音，没有化为音我们再来做感情的话片子质量其实要差很多。第三一点就是我们的内景拍摄的画面要干净透彻，尽量用定焦拍摄。我们这次拍摄的话是用 501.4 定焦拍摄的新娘，可以不用广角和轨道。那么我们再回头来看一下我们新娘的素材，女方新娘的素材，我们看到了，我们把整个画面打开全部给大家看一下。整个打开全部看完以后，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画面没有多余的杂乱的东西。摄影师在构图的过程，摄像师在构图的过程当中掌握了很多很多的一些技巧和一些细节，而且我们在用到化妆的过程，新娘是把妆已经完全化好以后然后再到窗前找到更好的光线去进行了一些补光。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平时50定焦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镜头，也希望大家多多用去，多多的去使用这款镜头，不要再用24105拍全场了。如果你用24105，我相信你的画面的通透感、细腻感绝对达不到我们现在的这个现在这个作品的这个水准和水平。那么第四一点呢，新郎官那边用稳定器广角。新郎官那边用稳定器广角，因为我们这个片子的这一个片段是非常非常明快、轻快又很时尚的，稳定器和广角恰恰是能够拍摄出这种画面。当然适当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稳定器上面去装定焦，去拍摄一些细小的镜头。大家可以多关注这个素材到底怎么拍的，然后也可以学习。然后最后一点就是我们的外景和内景的素材一定要充足。所谓的外景和内景素材充足，它的意思就是我们在做整个片子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所有的画面只有仪式和迎亲部分的镜头，即使穿插一些场部这时候我们会发现，比如在这儿新郎官在说到新娘回眸一笑的时候，或者是在这边的画面，一个片子的收尾部分这电脑有点卡，在收尾部分，如果我们这时候有一个很好看的新娘内景，它也会达到非常非常不错的效果，包括这也是，这个镜头也是。所以我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尽量多的去拍一些内景和外景，这样子我们会发现，当我们在剪辑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容易去找到一些非常唯美的画面，从而提高我们整个作品的质量。那么 OK， 课程录到这儿也算是我们这一场婚礼的一个结束了。也非常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次的课程。那么购买完我们这个课程的朋友也加一下我们现在公屏上面的微信公众号包括群，然后加入到群以后呢，大家可以针对素材随时给我这边提问，不懂的地方多向我提问，我也尽第一时间给大家做出一些解答。 OK， 感谢大家观看，谢谢。